好哦，所以你们这首歌是练很久吗？为什么他会这么紧张？从寒假，寒假，寒假，反正我还在选歌给他，我就跟他讲说，这首歌很好听，所以他现在很紧张，因为你给他压力。很少看之前这样紧张，他没有很紧张，但是我很紧张，真的吗？我心跳很快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不要紧张，好不好？对，之前 OK 吗？我讲点话吗？刚刚那个学弟妹讲太早话，我们要多讲一点。我觉得你可以第一次卖给他，这样吗？来，亲爱的，但是请神容易送神难，就是等一下你麦克风递给他，你讲十分钟，讲没有二十，讲二十，讲二十，太了太了。喂，嘿，丹丹你好，你讲点话吧，你讲点这句你想要唱这首歌的感受。唱这首歌的感受，可是这首歌就是歌词都写在里面，我不用讲话，用唱的。今天就是最后一首歌啦。现在几点？我现在9点，8:50哎，我们不是预计要12点结束吗？啊，对，但是今天来夜唱，我们要夜唱，来夜唱。每次超过11点在这边练歌，然后那个工友姊妹就会进来，同学他睡醒了后，然后我们就会，可是我刚刚我等一下这首歌会爆麦啊，就是会直接这个声音通到隔壁教室这样。对吗？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其他课就是唱通宵，唱通宵。我们等一下唱完还要去夜唱，然后隔天要去忍者工厂跳，因为大平都没课。没错，是这样吗？乱讲的啦，疯了。之前以后我访问一下我们家的亲人，他现在。我想之前对表演真的太要求了，他会试到他其他非常 OK。他每次是那个我没有中频，我没有中频。就是那个小李，我那个多一点好不好？这样。我没有中频。对，你少一种感觉，怎么样？你感觉来了吗？好，那个感觉是那个。之前我们好好表演好不好？之前那个复原在哪里？这里。复原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在一起去看到你，我就深深的爱上。我觉得你那个体格实在也够好。可是你有一个很强的那个劲。没有，我又不是很强的对手。那我是喜欢女生。好了，我就。你看，他就是男女通吃啊，好不好？只是很重的男生小心一点。所以你要讲话吗？你要再试一段吗？不讲了。我没有话了。好，那你们要试吗？直接来。好，我们就试一段。好，没问题。我靠！你怎么有妹子为什么你在那边飞很久？我连一个帅哥都没有，你有妹子对啊，你的妈！那就你自己唱喽。超害羞的之前。好啦，好的。好，那开始吗？那我们掌声欢迎志谦和丹丹带来的《浪费》，拍手。
依旧没变，连我自己都对我钦佩。有的是很多资源，而有的是更多时间。不去爱才是浪漫，不如永远跟你好了。